为世界局势下神的行动来祷告。7月5日，为成为得胜者与主配合祷告。我们必须立志做得胜者，就是有活力的人。得胜者要胜过一切顶替基督或反对基督的事物。在圣经里有得胜者的时代，也有向得胜者的呼召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有路可以有活力，使我们能做得胜者。参读经文，历代志上12章32节，以撒家的子孙中通达识物，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有200首领。